讲什么？讲什么？新年新希望。新年新希望啊！就是吃饭不要一直照相，很烦。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能考上好的学校。考上什么学校？你第一间什么？随便。随便。天天。因为同事有个名称嘛，就是问脏话。脏，从脏。因为在台北啊。在台北有信心的一个什么？嗯。那冠宇呢？二姑，生日快乐！不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姑。我们是录给二姑看的，他下一问就要回来了。海外的朋友，海外的朋友，哦，还有大陆的朋友。新年快乐！美国的阿姨啊，哎，新年快乐！哎，恭喜发财！嗯。哦，海外的各位亲朋好友，哎，恭喜发财，新年如意，祝大家今年步步高升，财运滚滚进来。希望你的大哥们，希望你的大哥不要一天到晚每次为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叫我们照相照相，很烦呢。不要这样讲，你今年很辛苦，所有的年夜饭都是买现成的，只有做两道菜。哪有？啊，比如常年菜是自己做的，其他爱地球素食很好啊。换那个小青啊，小青。我跟你讲。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今年又多了一个小朋友，来跟说的真好，跟二姑，跟二姑恭喜恭喜。你靠近来一点，靠近来一点。恭喜恭喜。靠近来一点。哦。啊，恭喜恭喜。换你讲，小心讲。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呢。你先再一次做妈妈的感想。算了。啊，讲一句吉祥话嘛！来，新年快乐啦！嗯，新年吉祥。好，换我讲哦。嗯，换你的。啊，今年2013年农历，大家在这里吃除夕的年夜饭，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小而美的家庭哈，祝大家蛇年一切幸福愉快哦，欢喜如意，感恩呐！拜拜。